类的研讨会啊，我们会优先邀请我们的会员参加。当大家通过我们爱多美物美价廉的产品成为我们忠实的拥趸以后呢，如果您还想把产品推广出去，那您可以考虑申请成为我们的经销商。下面呢，我将为大家介绍一下经销商的条件和流程。那申请的第一个条件呢，就是申请人必须是中国境内合法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这条呢也说明了经销商呢必须持有中国合法的营业执照。第二条呢，申请人的公司或者组织的法定代表人、合伙人、经营者不得为全日制的在校学生、教师、医务人员、公务员、现役的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不得呢为爱多美公司的正式员工及其直系亲属、境外人员，包含港澳台地区人士，以及中国政府禁止的任何邪教或者非法组织成员，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不得从事兼职的人员。那第三条呢，就是申请人的公司或者组织的法定代表人、合伙人、经营者已注册为爱多美消费会员，且消费会员身份有效。申请经销商呢，还需要两个非常重要的资料，一个呢是营业执照，一个呢是银行账户。我呢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介绍一下营业执照的相关要求。申请人名称呢是不得使用与爱多美公司名称相同或先近似的文字，且不得使用与爱多美的注册商标、产品相同或谐音近似的文字。经营场所方面呢，应当按照当地法律法规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要求进行选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求经销商的经营场地应当与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地址保持一致。经营范围呢，必须包含咨询服务字样以及法律法规要求的其他相关资质和证照。在这儿呢，需要提醒大家，经销商应当在营业执照在您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否则因此导致的法律风险和责任呢，由其自行承担。营业执照类型呢，我们可接受的包括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不可为非公司。对于有收入的经销商，公司不会直接发放现金，而是发放到经销商的银行账户中。首先，银行账户的开户行我们是有要求的，可接受的银行呢包括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招商银行和企业银行。企业银行呢，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这是一家韩国的银行，现在在全国呢也是有分支机构的。账户性质呢，如果您的营业执照类型是个体工商户，那我们可以接受的是个人结算账户和对公账户。个人结算账户呢，是以经销商法人本人姓名办理的个人结算账户，需要提供开户信息，也可以呢在银行卡的复印件旁边手写上您的银行账号、姓名、会员编号，并且呢加盖公章，拍照上传。对公账户呢，必须是其本人营业执照注册名称一致的对公人民币银行账户。开户信息呢，与个人结算账户的操作方式相同。那如果您的营业执照类型是非个体工商户，比如说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需提供与经销商本人营业执照注册名称一致的对公人民币账户，银行账户信息呢也需要加盖公章。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申请流程。首先呢，申请人需要使用本人的消费会员编号登录官网或者是手机 APP， 选择信息修改，选择申请经销商，然后呢阅读并确认申请须知、经销商的合同、营业守则、承诺书等条款，并且呢上传营业执照和银行账户等相关信息。最后呢要通过线上的考试。有的朋友可能要问了，